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冥想影片。我是好好先生。今天的冥想影片呢，非常的特别，不同于以往的十分钟冥想。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做一场五分钟的冥想之旅。这五分钟内，你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，专注在当下。忘记你原本手边有的任务，或是让你烦躁的事情。今天呢，是一个五分钟的中场休息。不管你现在有多忙碌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让我们开始吧。给自己一个五分钟的休息时间。在你找到一个安静、不被打扰的地方坐好后，如果你愿意，欢迎慢慢的闭上双眼，或者也可以随着荧幕上的线条不断的蜿蜒、伸展，进入舒服的冥想状态。接着，我们要来做几个深呼吸。我希望你先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吸气时深深的吸饱，吸进我们的身体内，感受肚子鼓胀起来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肚子鼓胀起来，吐气，肚子收缩，让所有的空气离开身体。接着，我希望你将注意力放到胸口，吸气时感受你的肋骨和胸腔打开来，吸饱气，吐气时你的肋骨和胸腔一起收缩，将空气带出身体，吸气，胸口慢慢的膨胀，肋骨打开来，吐气，收缩，让空气离开身体。接着，我希望你将这两种呼吸模式结合在一起。吸气时，让空气往下进入肚子，肚子慢慢的膨胀起来。当吸饱时，不要停滞，让空气继续往上延伸到你的横膈、你的胸腔、你的肋骨都被打开来。吐气时，从你的胸腔、肋骨、横膈、肚子，将这些空气排出身体。我们一起来吸气，感受肚子膨胀，慢慢的到我们的横膈、胸腔、肋骨。吐气时，从我们的肋骨、胸腔、横膈、肚子收缩，将空气排出体外。我们继续维持这样的呼吸模式，但是我们试着延长我们呼吸的时间和频率。吸气，肚子鼓胀起来，到我们的横膈、胸腔、肋骨。吐气时，从肋骨、胸腔、横膈、肚子。吸气，从我们的肚子、横膈、胸腔、肋骨。吐气时，从我们的肋骨、胸腔、横膈、肚子。
假如你希望能够待更久的时间，让自己有充分的休息，欢迎继续维持这样的呼吸，让自己越来越放松和专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五分钟冥想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点赞、分享和留言。我是好好先生，我们下礼拜见。